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世纪二十一羽田地产阿 Raymond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个优质上车盘是大埔翠怡花园。翠怡花园位于太和区，总共有三座，交通方便，民生设施齐全，邻近太和火车站，发展商是恒基地产，入伙日期是1986年，但是单位外墙已进行了大维修的了。现在我们介绍这个是 C 座中层，建筑面积402尺，实用是320尺，原积是两个房的，但是业主买入了之后呢重新装修，更改为一个房和一个大厅。现在呢就我同各位去睇睇呢个单位入边嘅情况。嗱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先至睇睇佢本身呢个单位嗰个厨房先。厨房呢就基本上系有窗，有煮食炉，可以摆放得雪柜同埋洗衣机。跟住我哋睇睇佢呢个洗手间，洗手间咧个原本浴缸咧就改咗为企缸噶啦。咁样我哋睇睇呢个厅。它原本两个房改了一个房，变了一个大厅，大厅呢布置得和装修是非常之实用的，窗台呢都改建了有三组的柜桶。嗱，我们看看境外的景色，它一望到太湖花园，我哋睇睇佢呢个咁样嘅开放式嘅睡房，另外厅窗咧望到佛教大光中学。单位面积非常之实用，装修相当之不错。假如各位朋友对这个单位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世纪二十一羽田地产蔡生，电话94375777。多谢各位，再见。